哎呀，手有点干吧，自己打两飞机手就扔了。我操！老板，我喜欢打坦克。坦克没得打，自己打飞机吧。老板知道因为啥我打不了飞机吗？嗯。老板站住吗？老板把眼睁开，睁开眼看看。可以啊，你这打的，有点幸运。哎呀妈！老板，你怎么瞬间就喂有了？哎呀，老板，你声音咋还变了呢？可以啊，有实力的。88强，哥哥挺厉害的，哥哥能搞里头不？嗯，这把是 MVP， 我就给你搞里头。嘿呀，老板我呢，我也搞。MVP 只有一个啊，你搞什么？看着我们。这样吧，随机奖励一个人，谁是 MVP 奖励谁。兄弟们，那我们就六亲不认了啊！六亲不认，那就那我就不管那事了啊！小豆，你妈的，这个你在这混不啊？大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们仨都别他妈得寸进尺啊！大哥，我先来，你就轻轻了，你松开的。松开什么意思？那我搞里有人，我搞里头还有人和仪没？啊！本来都没感觉，那就看哥。完了，该抓了！完了，送一血了，我跳！救我！完了！老头，你少杀点什么去了？哎呀！使劲打单杀！多支援下路！来了！打野小心！我操！他俩横狗的！对面听着信了，谁走漏了风声？完了，好好打呀！你他喵的这对面疯了，这是蓝电王，我操，他没到，我没有大量，这边打个蓝电王挺牛啊，对面有东西，对面山鸡给我们抓崩了，干了兄弟们，我呛你妈的，这不这么打那个了，干那个蓝电王在你后面，我操，这么狠啊，我来了，哎不是不科学呀，完了，蓝电王还在呢，蓝电王死下来，还给他留了，我操，怎么给减速了，我操，直接开刀，我操，脏别都点那儿，我来了，别撂，兄弟等我，我能杀一个，没羊牛逼，没羊牛逼，能杀一个，下边来了，来了，我怪死你，不会，我操，3连决胜，怎么全聊着了，撞车了。这上了小宋，你他妈非你莫属了，必须得搞里头了。大哥先认啊，把这黄忠也发力了，急眼了。好好笑哎，我的天哪，撞车了，你这借口找的，不就实力不行吗？100%胜率要没喽。阿爸，你好好打，我认真打，行不？笨。是不是你借的哈？100%胜率，我怎么看你上三的实力？我怎么看也没有啊。对面越来的，我操！难道这机要传说中的断命羊要起飞了吗？这蓝莲王都是抓的千机，兄弟们，咱们千机，我操！这他妈没法玩了！闭句话了，认真，抓起来，抬了起来。上路没事。上路没事也不是好事，兄弟们。完了，没了。上路没事也不是好事，关键我们没有突破点。我操！完蛋！快跑！快跑！完了呀！不玩这干将，怎么嘎嘎蹲这干将？小心点！完了，小前期对面节奏已经起飞了，太好了！玩前期家不着干将都没得玩。接着，能逮住他吗？管他呢，王子。这么会玩的吗？他们团抓的好都是啥玩意？掩护一下，找我来了。来了，没到。他交大你。你上路小心啊，他可能还去。有手法。找借口吧，怎么就是找借口吧？老板，你听从我们指挥啊，宝贝儿。我也不想去。推下路。往下路靠来。蹲草，我马上来。蹲草，别推，别搂啊，自个一个推就行了。我来，对，来，蓝电王也来，光明正大的。蓝电王，没到。上，漂亮，这不就好起来了吗？一波运营就好起来了，漂亮。从哪能推吗？哎呀，黄忠能不能给他切了？应该不太能。直接偷了他。快，来这蓝电王。蓝电王完了，该肥了。我操！漂亮！嚯，这点到我了！快，后面换不来，没事，不放，想跑门都没有！干他！他们搁那草里呢。中左，
可以啊，陈小金这波打的挺实力。你们上路小金啊，换不来。完了完了完了，我开始切了。小明你就小明你就牵着凯，有人打他就放黄线，让他去扛就完事了。可以。老板，来，留弹了没闪的，留弹。留弹，拦你吗？拒留，粘住。我们来接一下这黄忠，可以越一塔，可以越一塔的，一塔可以越的。来，蓝天放在哪儿了？我就有点慌。给上路的。来，这儿。走，蓝天，干将来了，干将来了。选一干将。来这儿。走。开我龙还没杀，等一下开个龙。这波咱们可以拿双龙了。对，我去开下面，没开枪。我们开暴君双龙。对，双龙。我想干。老板，你跟我。小洞，来。可以，你把干将怼死，你就立功了。漂亮。目前来看，这 MVP 是这个婉儿的。等一下，干将也干我啊，这小子。没事。现在我们不想搞你的了，我们想赢。我怎么知道你搞你的？老板说什么呢？没听清咋的了？我说这边有难度，要是赢了的话，你们搞三个，还有一个还是看我们拍特写。老板，那太残忍了。往后来。我靠，牛逼！这波技能躲得帅，这高分离挺厉害的。哎，大哥，看来要玩了。差不多。只要这个蓝灵王死了就好办了。蓝灵王，咱们前期打多顺呐！啊，我被留了，这蓝灵王留我了。可以打。行，挺好的。牛逼！可能这 MVP 要在这里公孙离和上官婉儿之间出了。你就撅着就完事儿了。撅着吗？拦着都行，大哥，那够长。来，都张开了，这能行了啊！哈哈，咋？老板，我们吹牛逼呢，我啥也干不了。啊，尤其是我这样的，干将了，干净落单，快！大哥，你去打我，我看他蹲一个，能杀他不？他把杀他都摊当起窝了，那不？我随便打他。没有，耶，你又比了呀！他们去开主宰了，我先一波、啊，大哥。别着急啊！对面打下路塔去夹塔了，大哥扛下，直接点掉。OK。我操！快走！我们吸点血，不行，两炮够崩的。加点血，给我拿一口。站着，给我拿一口。这，南天王这儿。拿一口，快！啊，这边压过来了。没事，我有副甲。来吧。接一下网，接一下网。带头冲锋！我操！后面，操！小软件。打好了。我有大招，小白脚反击了，大哥了。你崩死了。这黄忠伤害太高了，逃走！我操，这花木兰真有活呀、啊，大哥扛一下能不能行？我操，没闪现，大哥没有大了，没大，马上，小心，我操，着急啊！哎呀，别急呀、啊，我这个的大，哎，摇身上了，要不然我可以单杀他了。这波相当于又换个高利娜，哎，等我两秒再搞你他，来吧，蓝灵王过来以后他可能上这赖呀，我卡了一下。都来了，开不了，我去偷龙了，我打龙很快的，先这一会儿。OK， 没问题。我买个苍穹了，我想干他了。暴君怎么说？算了，还少人，我们少一个。我要上了，我就直接没了。那边竟然屠龙都忘了。有没有人交闪吗？没有吧？没看着有人交闪。好，没有。圈在这儿呢，开出来了。老铁，放点啥？咱们少人，怎么说打吧？来，看什么来？干了。我来。我先上，卡在中了。黄忠，我再来。都得杀了。都杀。一个别说。蓝龙来了。来两旁边，我切王龙去。他切不了，切不了。打不死我，我直接砍死他。一帮没有人还敢开龙，真的是。哎呀，这胆子太大了。多了。
杀了他，杀了他！你还在这刚才给我切什么切？你切切切的！把副甲卖走了，这黄门。手速太快也不行，有实力，正值得给你们翻过来了。哎呀啦，主要是前期啊，蓝莲花抓的太凶了。老板，这把你可招点罪呀、啊，老板，48厘米的。就你的技术啊，48厘米我也认了。忍一忍啊，忍一忍，咬牙。老板是大个，是吗，大哥？个大胸小的是吗，大哥？来来来，再喝一局，再喝一局。